他是一位思想家，一位教育家，一位政治家，一位传奇人物。他一生的工业事迹完美实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最崇高的理想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后代学者赞誉他是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圣人。他上马为驾，下马为师，在朝美政，在野美俗，用内圣开出外王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他是最活跃的儒学思想家之一，他开宗立派，掀起了明代儒学的一波高潮，对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就是王阳明。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。被门人称为圣人的王阳明曾经是个狂卷少年，这种狂卷在他十五六岁时已表露出来。年少的他希望能够真正参透程朱理学的真谛，这是宋朝以来大多数儒者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。少年王阳明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革儒。宋代的理学大家朱熹提倡格物穷理之说，认为普遍的天理蕴含在具体的事事物物之中，因此要寻天理必须借助格物这一手段。格物的格就是研究，要今日格一物，明日格一物，将具体事物之理研究周遍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便能恍然大悟。而万事万物无非是天理的呈现。父亲官署后院的那片竹林成为了少年王阳明寻求天理的载体。他独对幽篁，如老僧入定，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片竹林，感受着竹林的风吹草动，体察竹子细枝末节的变化。就这样，他整整七天茶饭不思，夜不能寐，期待着恍然大悟。最终眼前的竹林已经不是往日所见的竹林了。然而伴随着天旋地转，积劳成疾的王阳明无法坚持，终于败下阵来。显然他没有通过革竹而领悟到天理。他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人吗？那么这个老师说读书登第，因为他的父亲就是状元，意思就好好学你的父亲。结果他很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说也许不是，也许是读书做圣贤。但是父亲王华听了以后也感觉到很高兴，也很震撼，说你居然想做圣人。当然到了阳明的心里面，圣人是什么很难说，就是说第一等人，这是他的志向。王阳明名守仁，他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。据王室的家谱记载，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东晋的世家大族。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，授官翰林院修撰，贵为天子身边的文学侍臣。出身诗礼簪缨世家的王阳明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智慧，十岁时曾即兴创作《碧月山房诗》：山近月远觉月小，便到此山大于月，若人有眼大如天，还见山小月更阔。潇洒开阔的诗境，不拘一格的眼光，展现了他超越年龄的机敏和思维水平。
王阳明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，收入到王阳明全集的诗作就有600余首，现已经发现的散佚诗有40多首。他善诗文，工书法，多以行草为主，被全世界争相收藏。其书法规矩古法，又出新意，书风淡雅而又自然率真，点画精熟，法度含韵，其中蕴含着他的人生哲理。从11岁离开家乡余姚，开始跟随为官的父亲王华到京城，王阳明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。儒家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理念，像一团火一样激励着这个少年。他渴望去探索事物中蕴含的真谛，也渴望去发现外面未知的世界。王阳明开始实施下一个行动。这一次，他远赴边塞，游历了河北境内的居庸关、紫金关与道马关，慨然有惊越四方之志。当时，西北边疆常有战事，他向边境的人们问询援兵各族部落的情况，听他们说背边防御的良策。他遍览山川形势，长城逶迤起伏，绵延万里，胸中豪气顿生。建功立业，乐施济公，何尝不是少年郎的梦想？儒家里面主要讲是修身，就治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世皆以修身为本。那修身呢，分外和内。向外呢，修身就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就推到天地万物。但更重要的是向内，就怎么样能够正心，怎么样能诚意，怎么样自知，怎么样格物。在边塞考察一个月之后，游侠王阳明回来了。心急如焚的王家总算安定下来，但事情远没有结束。自古英雄出少年，豪情万丈的王阳明要向皇帝上书，提出削平草寇的防御之策。带着青春幻想的王阳明将奏章写好后，郑重地呈给了父亲王华，请其转呈给当今圣上。然而热血沸腾的他迎来的却是父亲当头棒喝，斥责他这样的做法是狂妄。父亲的棒喝没有让王阳明放弃，他研习兵法，每逢家宴便搜集桃核，练习排兵布阵。一个少年整日纸上谈兵，父亲觉得儿子该结婚了，需要婚姻来管束他那躁动狂倦的心灵。明孝宗弘治元年，王阳明奉父亲之命远赴南昌迎娶妻子朱氏。这位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青年，有着无尽的求知欲和内心世界的追求。此时的王阳明不是需要婚姻的管束，而是需要一位导师来指明新的方向。1489年，婚后的第二年，他带着新婚妻子回浙江老家，途经江西上饶时，特地去拜会了一位重要人物，他就是对王阳明的一生起到重要作用的理学名宿娄亮。娄亮可以说是青年王阳明的精神导师，指引他通往向上之路。娄亮说：“设方心，这是居经之门，这是入门的基本方法。第二句话，以何事何虑，复往复住为居经要旨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不要有各种各样执念，这种思虑那种思虑，不要有各种杂念，也不要依靠外界来帮助你提高道德品质修养。”做圣贤的远大志向解决不了王阳明的现实问题。在那个时代，
要治国安邦，要有所作为，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科举考试，这是入仕为官的必经之路。19岁时，父亲责成他学习精益，准备科举考试。要参加科举考试，必须熟读程朱理学的经典教义。明朝以精益取士，科举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。明代前期，朱子学是明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，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朱熹四书集注等著作至广至大，至精至密，已完全发挥了古圣先贤的心思而无余韵。后人不翻著作，只需依照朱熹所说循序渐进，躬行渐履。明代的时候最有影响力是朱学，朱子的学问，因为通过科举考试的朱学有个基本的，这个朱学我们叫建教，就是佛教里面有顿教和建教，它是一个逐渐，就是逐渐的积累你的知识，然后积累的知识以后先知后行，你先有知识，积累了知识，然后另外多半人都准备科举，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准备高考，那么你要读很多书，你要背很多的这个，要记忆很多的文本，然后你要学做人，战战兢兢，一步一趋，按照一个规定来做。按照父亲的指示，王阳明开始准备参加科举。10年后，28岁的王阳明参加弘治11年的会试，考取进士，终于如父亲所愿，踏入仕途。初入官场，王阳明被派到工部实习。当时西北边疆常有战事，有之兴变，朝廷下诏求援。长期有着边塞情节的王阳明一直都在关注边境形势，于是王阳明上陈言编务书，终于实现了自己15岁以来就有的上书愿望。在上书中，他提出了8项对策：蓄财备籍、舍短用长、俭施省费、屯田足食、刑法正威、夫恩激怒、捐小权大、严守乖闭。10多年的准备令这次上书极为切中实力，但是王阳明遗憾地发现自己的奏折如泥牛入海，杳无回音。此时的朝廷官员只知因循守旧，得过且过，整个官场犹如一潭死水。程朱理学不但无法为大明王朝注入活力，反而使他更加僵化。虽然已届而立之年，王阳明感觉一事无成，往日的价值观念正在坍塌，自己的思想与学问已无从施展，他感到异常的苦闷与彷徨。这是皖尾山南麓的阳明洞天，距离浙江省绍兴市约6公里，自古以来就是道教圣地。弘治15年，31岁的王阳明请假归乡养病，住世于阳明洞旁。他暂时放下程朱理学与家国天下，也无心欣赏千岩静秀的自然风光，他打坐勤修，试图在佛道之学中找到疗救精神危机的良方。他每日只是静坐冥想，苦苦思索困扰了自己30多年的人生问题。在阳明洞，过去种种一一浮上王阳明心头。骑射兵学虽是实用，终究无用武之地。佛老之学虽可一悦心智，如果要离世，祖母岑氏与父亲却又割舍不得，怎么办呢？一天，王阳明突然领悟到，对亲人的眷恋之情是在孩提时便有的，是人类的本性，也是做人的根本。
如果割断孩提时就天然具有的人伦亲情，便是毁灭人性。因此，人的自我实现不能以求仙访道、打坐参禅为借口而舍弃人伦责任，而应以接受人类的普遍情感为前提。假如我祖母这一年能忘，我还是不是一个人？那么这是一个儒家和其他的学术中间最关键的一个课题。儒家的思想是入世，就是说有一些情不仅不能忘、不能切断，而且是你之所以作为人的必要条件。对王阳明来说，阳明洞不只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物理空间，在这里他弃绝佛老而回归儒学。离开阳明洞前，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回归孔孟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洞中所悟引然已非程朱理学的规矩，而要开始打破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，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阳明洞的思考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，让他的人生有了巨大的改变。要出来建功立业，必须是走在儒家的这条金光大道上，那别无选择的。所以他为啥说练完以后他觉得那个拨弄精神没有意义，就是这个要想不朽，就立功立言立德。1505年对于王阳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。34岁的王阳明时任兵部武选亲密司主事，正是在这一年，他开始在北京正式招收门徒讲学论道。这期间他还遇到了理学家湛若水，找到了思想上的知音。湛若水的老师陈白沙是明初著名的理学家，主张弃书册、废文字、取文件，尽忠体验心体，是开启明代心学的重要人物，这与王阳明的思想暗中吻合。此时的王阳明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，他与湛若水二人相互砥砺切磋，期许在主流思想界之外开辟出一片新天地。但是要跨越程朱理学，他还有一座大山需要跨越，那就是他自己。明孝宗死后，武宗继位，时年15岁，太监刘瑾等人日益得宠，专权擅政，紊乱朝纲，打击排斥政治的大臣，先朝留下的顾命大臣多半无奈地辞职回乡，言官戴显等人书谏，代系诏狱。身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面临着两种选择，是明哲保身还是仗义执言。选择前者可以确保仕途无虞，选择后者必将招来牢狱之灾。是活在唯心的现实里，还是按照心的指引前行，王阳明陷入了知与行的矛盾之中。他意识到遵循孔孟之道就要直道而行，道德只有落实在实践上才是真知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这是士大夫义不容辞责任。于是王阳明决定挺身而出，冒死进谏，建议宽恕言官。刘瑾大怒，将他投入诏狱，廷杖40打得昏死过去，许久之后才复苏过来。虽然没被打死，但之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。通往贵州之路艰险万分，但这条贬谪之路也正是成就阳明心学之路。1508年春，王阳明历尽千辛万险，长途跋涉到达龙场。龙场驿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之中，规模很小，只有驿丞一名，吏一名。刚到的时候连住所也没有，只好搭了个草棚居住，但这草棚难以挡风遮雨，
于是王阳明移居东峰一处洞穴，称之为阳明小洞天。阳明小洞天位于贵州修文县城东的龙冈山上，如今洞中留有明清民国年间的摩崖石刻43幅，是国内外溶洞摩崖石刻最多的一处。他们或是表达对王阳明的崇敬之情，或是感叹王阳明非凡的人生经历，或是感念王阳明由此而开启的心学之路。在明朝，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中，遍布毒蛇、巫蛊、瘴气、瘟疫，龙场之民都为苗族、彝族土著，语言不通，很难交流。能同他说话的，只是流窜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。这样一片恶土，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。他居以处困，不为恶劣的环境打败，始终保持着昂扬的乐观精神。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，日夜端居其中，冥想人生，要参透生死。假如是一个儒者，你在一个一无所有，任何人际关系都没有，你只下自己个人，那你还能够做儒者？就在那个时候，他的顿悟叫做无性自足，就是我的性就作为一个人，我就圆满。可是这个顿悟和佛教或者道家那种顿悟啊，或者突然彻悟有很大的不同呢。他第一个就把他所背下来的五经，他重新在的脑筋里面过一遍，叫五经一说嘛。就是我现在这样的一个感觉，这种无性自足的这种感觉，和我这个念的儒家的基本的经典有没有矛盾？他经过这个五经的这个检验以后，他觉得没有矛盾，所以后来才发展出来他那一套心学，就儒家的心学。王阳明自念，是向外格物，还是求知内心？是应付外部的直接挑战，还是关注内心的主体性？他日夜在石窟中端坐，逐渐体验到内心的平静。经过长久的苦思冥想，一天晚上正值中夜之时，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。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欢叫，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穷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，那就是心即理。那么心即理呢，从这个陆象山开始，因为性即理，这是所有的只要是从事这个宋明儒学研究的人啊都接受的。那个荀子不接受，这是孟子的学说，就性，我们人性本身它是体现了这个人的本质，这个本质就理。如果用这个孟子的学说讲，这个本质就是你的四端，恻隐羞恶痴呢这个是非。这个所谓心的话，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种内在的，不是受到外面的这个影响，内在的一种同情感，内在的一种是非标准，内在的一种慈纳，内在一种修悟。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心学思想构建的开端，自此以后他的心学思想如江河决口，沛然莫之能御。王阳明自此创立的心学学说，是对中西以来的儒学正统思想的一次革命。当他用心即理的眼光来看待万物时，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意义世界。少年时苦思不得的革逐难题，此时竟焕然冰释。居住的条件也逐渐好了起来，当地百姓为王阳明修筑了几间房屋，作为他安居和讲学之所，分别名之为龙冈书院、何陋轩、君子亭、玩蚁窝。经过近代的翻修，龙冈书院的原貌得以保存下来。龙冈书院因王阳明而名扬天下，成为了圣学之地。
王阳明在龙场讲学的盛况不久就传到省城，贵州提学副使习书率诸生拜王阳明为师，又聘请他主讲贵阳文明书院。针对当时的人们只知死读经书，远离人伦日用，王阳明在与习书的交谈中首次提出知行合一之说。他认为因为知行脱节，人们只知道埋头于书本知识，以纯粹的知识为知，而忽视了活泼泼的实际行动。阳明就说，如果自己要孝，那我没有行孝是不可能的。我那个知要知孝的那个知的本身就意味着我一定要把它付诸实施，这个他认为是知行的本来的面貌。就知呢，就是一种明觉经察，就是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做。那么行呢，就是落实你这个明觉经察的本身。那么所以这个中间它的关系是不可分的。王阳明的心机理与知行合一心说起初影响并不大，王阳明的讲学也只局限在贵州一隅，他的心学理论体系此时尚未圆融成熟，这团新思想的火焰还需要一定的锻炼才会越烧越旺。王学是在理学的基础上的一个发展，但是呢，王学里边包含了一定的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它有一定的反理学的一些东西，因为它宣称个性，是吧？它要抒发个人的这些东西，那和那个理学的那个东西克己复礼，要要求约束自己，让自己这个一切就遵从这个最传统的这规矩去办，那显然是中间是互相是有不同的。这是后人为了纪念王阳明，在龙岗书院立下了这座石碑，上面刻着王阳明当年在龙岗写下的诗句：卧龙一去王消息，千古龙岗漫有名，草屋何人方管乐，桑间无耳听弦音，江沙漠漠疑云鸟，草木萧萧动甲兵，好共入门旁处事，相妻采药入清明。这首诗写出了王阳明内心的苍凉，身处偏僻之地，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，悠闲的隐居生活并不是王阳明所向往的。好在王阳明并没有在龙场停留太长的时间，王阳明一年内连升三级。正德十一年，因江西倒扣频发，45岁的王阳明经荐举出任督察院左迁都御史，巡抚江西南安、赣州及福建汀州、漳州等地，总揽赣南、闽西一带军务。从正德12年2月到次年3月，王阳明先后指挥了漳南之役、衡水统钢之役和立头之役三次战役，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平定了江西、福建等地的盗贼。他认识到欲治世先治心，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那些盗寇与那些被残害的山民们曾经是亲密的父老乡亲或儿时玩伴，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变为穷凶极恶的人呢？在山贼的内心中还有良知吗？盗贼还能否返璞归真，回归为民呢？包家法，原来这个明朝最早他对基层的管理是礼甲，礼甲更重于赋税，保甲更重于治安，是吧？他用了这样的一种形式把整个的基层社会管理起来了，然后又用这个乡约的形式把人们的思想改变过来，就灭心中贼胜于灭山中贼。他这套思想他能够贯彻到他的所有的施政的这个工作和活动中间去。江西可以称得上是王阳明的第二故乡，
在南昌迎娶了他一生的伴侣，在上饶遇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娄亮，确定了人生的方向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江西也是阳明心学的成熟之地。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，王阳明平定江西寇乱后不久，江西便爆发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。朱宸濠在南昌举兵造反，直指南京。朱宸濠系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之玄孙，弘治十年死宁王位。面对这场大乱，王阳明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，凭借临时凑齐的两三万军队，只用了三十五天就平定了叛乱。对于这场军事大捷，王阳明更是思绪万千。宁王朱宸濠的妻子娄妃，竟是他十七岁拜谒的精神导师娄亮的孙女。以前叫做水观音亭的南昌画院，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，这里的格局和风貌乃至建筑器物都保存完好。这里也曾经是宁王朱宸濠的寝宫，当年娄妃就居住在此。如今南昌画院还保留着娄妃井、石碑等与娄妃相关的文物。这块巨石碑上的瓶子，据说是娄妃用青丝为宁王所写。宁王起兵前，娄妃曾经苦苦劝谏。宁王兵败之时，娄妃以白色锦帛裹身，投水自尽。朱宸濠被生擒以后，也悔恨自己不听娄妃之言，请求王阳明能够礼葬娄妃。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后，王阳明对善恶有了更深的思考。无论是胜利者、失败者还是失望者，内心都有着共同的东西，那就是良知。但是良知的呈现必须身体力行，否则良知只是一种隐性的道德存在。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，以此丰富自己的心学体系。他认识到以前的学说一则发明本心，一则强调知行合一，但本心之知与外在之行仍然断为两截，不如致良知来得简易明白，单刀直入。他自称致良知三字是自己从百死千难中体贴出来。只有唤醒人人心中的良知，使得人人成为圣贤，才能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。致良知很难了解，孟子里面所谓的良知良能，就是不学而知，这个不学而能，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性善所体现的四端嘛。因为恻隐啊、羞恶啊、慈让啊、是非啊，这些都我们原来具有的。但阳明的重大的贡献，就把这样一个一般讲起来是道德实践、道德哲学里面的一个范畴，变成了整个认识论和这个本体论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和观念。怎么说呢，就是天地万物都是气，这是中国的老传统。这个气就是良知良能的一种显现。所以这个良知良能不是就是人有，这个动物有、植物有、无生物都有。这里是浙江省余姚市龙泉山北麓的王阳明故居，故居规模宏大，格局完整，给人以庭院深深之感，又不失端庄和典雅之气度。故居大堂寿山堂内挂有当代书法家江东书所书的《真三不朽匾》，这是历来对王阳明一生在立功、立德、立言三方面皆居绝顶的确切评价。正德十六年十月，
王阳明因平定明王叛乱的功勋被封为新建伯。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，他已决意放弃仕途。八月，即已回到家乡绍兴府。王阳明在绍兴的六年时间里，他专事讲学，达到一生思想的巅峰状态。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士子络绎不绝，以弟子礼师事王阳明，就连年届古稀的老人也用仗肩挑瓢立试卷拜倒在阳明门下。这些学生环绕在他的住处，弦歌之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。明代那时候到后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那个思想，当然跟阳明心学的关系很密切了。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那种思想，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独立自主，所以是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原则变成己利利人己达达人。如果这个社会己利利人己达达人多，这个社会就祥和，这个、社会就仁。大道如人心，万古未尝改。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学说，从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结构。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后期，他的哲学传遍中国本土，主导着中国知识界。近代学者如龚自珍、魏源、康有为、谭嗣同、梁启超、梁漱溟、熊十力、贺林、张君迈无不推崇他的学说。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远达于欧洲和美洲，在全球的哲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，特别对东亚、东南亚的影响更为巨大。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，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。梁启超也说，日本维新之治，心学之为用也。幕府以来的以朱熹学问为主的日本的学术传统一个重要的冲击。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发展，是打破了这个朱熹所代表的一个制度非常严格、礼俗非常全面的一种架构，开发出他的这个创造的力量啊，这就是阳明学所代表。王阳明心学不仅对儒学思想领域产生重大影响，明代中晚期尊重人性、提倡个性解放、勇于表达自我的文化思潮同样始于心学。随着王阳明心学的扩大与普及，心学思想直接影响到明末清初的艺术创作动态，形成了艺术发展的异彩纷呈、风格各异的艺术创作风潮。这幅收藏于美国明尼亚波利斯艺术馆的《聚贤听琴图》是明末著名画家董其昌的作品，画中的人物神态祥和、安逸、自由而有生机，心学思想直接影响作者对艺术的表达。水墨花卉，徐渭将他的艺术表达与心学提倡的个性解放很好的融合，形成了知行合一的艺术风格。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儒家思想，因为一大儒嘛，是吧，一代大儒，而且是新儒家啊。但是呢，儒家并不是书呆子，并不是说坐在书斋里边读书的人，而是呢经世致用，我要把我学的东西能够为这个社会服务，为国家服务，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才。王阳明最终用他的生命践行了心学学说。当王阳明以为自己可以讲学终老时，朝廷派他赴广西平定叛乱。56岁的他无奈抱病躯前往，临行时学生向他请教为学的宗旨，阳明留下四句教：无善无恶是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是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四句教
融汇了儒释道三教的智慧。友代表儒家的社会关怀与道德义务，吾代表了内心的宁静与超越。有无之境的融合，正是以敬畏求洒脱，体现了王阳明心学的精神气质和境界。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公元1529年一月九日，57岁的王阳明在平定叛乱后返程途中，病逝于江西南安府青龙铺。临终前，弟子问他有何遗言，阳明说：“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？”的确，只有内心澄澈光明，元气淋漓，才有这份看破生死的境界，这份内心的光明。这份光明一如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，激励着后人。一位儒者于兹离世，一位圣人从此诞生。公元1572年，65岁的俺答汗开始实施他的一个伟大计划，在广阔的草原地区建造一座城市，他要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草原根据地，他就是呼和浩特。呼和浩特在蒙语中意为青色的城。这座城市比照内地城市的格局建造，用青砖修起城墙，房屋上覆于青瓦，远远望去一片青色。万历3年，呼和浩特城正式建成。而对于呼和浩特的建成，当时的明朝政府可谓五味杂陈，原有的遏制政策反而刺激了蒙古的壮大。然而顺应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，明王朝应俺答汗之请，为这座城市赐名规划。呼和浩特从此成为明蒙贸易中心和漠南蒙古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，与中亚贸易网络连接起来，成为世界贸易格局中的一个重镇。